魔兽钱给我。淘起来，淘起来，淘气！哦，怎么变淘气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这是情趣内衣吗？这是什么？这看起来情趣泳衣。哎，害羞害羞，到脸超红。欢迎收看《蛋妮来温刀》新的节目，哦、新单元对了。新的节目就是我以后就是要住每个女孩家。我第一次来她家，而且我发现她家真的是好大哦，跟她屁股一样。教她跳舞的时候，就是她就已经给我看过她家的照片，简直豪宅。第一集来宾就是我们的壮壮团长。好啦，有一个人在那里，而且你也太chill了吧，舒服在睡午觉。哎、欸，你家也太大了吧，你家超大。哎、欸，我的妈呀，就是可以在这边验收的那种。可以跳，欢迎来到壮壮家。哇，是三个你吗？真的很贵，这是叮当 please 艺术家帮我画的。哦、来来看看书、啊、看书。我刚才想说书那我要转走了，因为我看书睡着、这书可以哦。哦，而且这本很重要哦，这是魔兽签给我、好爽哦。我签一本给他，然后他说那他签一本给我，签他的自己给他。哎、欸、这个很值得收藏。哎、欸欸、魔兽的签名在这里，看一下里面、里面可以看几张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淘起来，淘起来，淘气！哦，怎么变淘气了？是这样。我想要看一下这些。我就是每一个人来找我玩，然后很多一起出国的，对，黄队，黄队、啊，耶、yeah, ！我终于要上这个墙了，对，冰箱墙，粉红色 Tracy， 哎，这个很可爱耶，好像 IU 哦，谢谢来我家玩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时期真的好久哦。哎，对，我长发的时候，哇，好可爱哦。No No 是怎样 ？No No， 他叫我不要抱他。我家的饮料柜，饮料柜，所以想要喝什么的话，天哪、啊，哎、欸，你家真的是真的很扯。听说全明星都会来你家开 party。对，因为我们家就是可以一起。哎、欸，那现在可以开了吗？可以开瓶了吗？可以，你可以开红酒啊。你可以，没有，我们就喉咙油。你啦，你这样啦，气泡水。喉咙油，气泡水先喝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里噔噔，对，就可以挑，我就是食物。哇塞，哎、欸，你真的不会饿死掉哎、欸？都有饼干吧？有各种饼干、泡面，然后还有所有的调，因为我喜欢煮饭，这种哇，你真的是可以取回家的那种。对啊，你怎么还没加掉啊？他是很多人排队，好不好？啊，你选不出来哦，选不出来，想选一个可以爱我一辈子的就好。那两辈子可以吗？因为我可以养他，然后干嘛被养？他是我的室友，他叫菲菲。菲菲也太可爱了吧！你摸他看看，他会打人，试试看。他不要打，真假的？耶，摸到！有一个招数，你们可以摸到他。好，怎么摸？在我们家要摸猫的话，他先逃。哦哟！把醒龟就可以摸到他。我觉得我是这个。哇，这边摸菲菲吗？可以的话，给我个醒杯。我可以摸菲菲吗？不行。他家的厕所感觉也是厉害的哦。那边是我们的游玩间，这个就是厕所。那我家已经爆炸了吗？我家对，我家已经爆炸了。我想要拍徐的家。我觉得好难。下次游玩间改进。哎，有人看过徐的家吗？刚刚来我家的时候，他说看鬼屋吧。滑过的雪板，哇，很喜欢滑雪。哎，你真的是运动女孩耶，你很会滑。然后这里是我们的玩具间。你是男，心里是男孩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很喜欢玩乐高，然后我小时候就很喜欢 Star Wars 跟变形。哇塞，好帅哦！啊，你居然还有 keyboard。对，对对对，很想练个钢琴，但一直没有时间练。哦，你太忙了。是什么全身镜啊？女生一定要这样，照一下。
客房先。客房比主卧漂亮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漂亮哦、喔！我们家我今天睡这里。哎、欸，起哇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超美的，傻眼哎、欸！啊，这也是厕所、啊，这是客房的客房的厕所。然后我们家的客浴是菲菲专属的，没有关系。对，这个客浴已经被阿菲菲专属，所以我们洗要在刚刚那一间洗，那一间就是我房间。最后一间主卧室，哎，好干净哦，天哪！然后这边就是我的衣帽间，哇，你还有专属的衣帽间，对，好梦幻，真好。哇哦，这是冬天的外套。哎，那你冬夏都放一起，还是你们收起来？我再换夏天。冬天之后会收起来，只是因为……哎，我觉得女生很需要这套，对啊，饰品。哇，这是幻想自己的家以后要这样子。对，哇，这里好。等一下，这个厕所该不会是有浴缸的吧？对，这就是主卧的卫浴，然后这是我……哎，真的可以撸温泉蛋呢、欸！说来我就要撸温泉蛋，那个可以直接弄泡泡，弄起泡泡，真的。哇，这就是我最常洗澡的地方。所以你家有三个厕所？对，三房三个厕所，好高级哦。三位。哎，这是迪士尼的那个吗？对啊，都是洗化妆品、保养品。我看这个就。刚好哦，你每天都要就在换是不是？三天左右换。对啊，你看这个白色那么容易脏，对不对？嗯，很薄啦，对啊。而且你都买白色的哎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浴巾也有分颜色，就白色就全部一起用代洗、哦。那这个蓝色是什么意思？哦、蓝色就是有时候去户外。哦，露营啊，海边，或者是你染头发的时候，那个前期会掉色。对对 对，那你以后就染蓝色就好了。彻底的在我家了，不知道怎么丢进去。丢啊！我帮你，我这个还是不要了。你是想丢人家的浴巾？放过来。好，可以。可以。从此在这哈。好，塞进去。扣一个。来，我们来让曲搜看看有什么厉害的东西。哇，你的袜子？谁？滑雪袜。滑雪袜。他随便讲，我们都会信啊。我这是真的。哎呀，菲菲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怎么了？我刚刚打开。这是可以用的吗？不行，哎，我的规则是怎样？日本买的。没有，你知道有些人啊，怎么样？我知道，这什么？发财。哦，那要发一皮包才幸运呢。不是。温枪啊！温枪！哈哈哈哈哈！嗯，这是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叫做告白的情书。Oh my god, baby！ 哦，好想进入。很多情书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棒哦！就是这个是我的回忆啊，就是曾经喜欢过，互相喜欢过。哦、oh, ，然后后来没在一起啊？为什么？纯纯的爱。就我就单恋啊。我好爱你。哎，这是情趣内衣吗？这是什么？这看起来情趣泳衣。这是有时候啊，角色扮演，睡觉你想要穿紧身吗？穿不舒服，睡比较清凉，会不舒服是吗？太不舒服了吧？这个下面很痛啊！逼逼的。我想你睡觉这么不。这么拘谨哦，哎，害羞，到脸超红。不会有这么私密，我就不让。你冷冷静静看着这一切，还想说你再靠近一点，愚蠢的人类，再靠近一点点，我就让打。愚蠢的人类，我不能碰你了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让你吃？垃圾，准备收去哪里啊？哎，会不会你拍完第一集丹妮来温刀之后，没有人敢接你的通告？你穿啥？穿那个撞粉。哦，我们今天是撞粉。哎，你还不是也偷了他的衣服？啊，我今天是撞粉。撞见蜜糖，撞
介绍一下。这个是今天的柠檬香煎干贝，干贝我的最爱。你真的要取耶，老板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是泡菜鸡，泡菜鸡。然后这个是酱煎圆鳕，哇塞。然后这个是要加点蔬菜，豆荚。曾经有没有煮给谁？然后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，就那个人有做过什么浮夸的反馈吗？还是什么的？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餐是煮给我妈吃的，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会煮饭，可是我就是很想做这件事情，因为常常看家里的人做饭嘛，你就会觉得我也想要做饭给我爱的人吃。我第一次做饭就做得非常的烂，超级大打击我自己的自信心的。所以妈妈那个时候说什么？我觉得最感动的是我全家人还是把它全都吃了，然后就是好感动。我那个时候是根本不知道，很好吃，超好吃的，我的妈呀！我妈就说，浪费。为什么你要拍你的那个撞见蜜桃？你觉得你最优秀的地方是屁桃吗？现在刚好很多女孩跟女生都是。利用写真集留下自己最美好的。拍摄一个写真作品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。大家会觉得，我们就是穿得美美的在海边拍照，没有什么难的。但其实真的超难、超辛苦、超累，上山下海，然后又有潜水，又有玩水，真的就是。我不是花三天就拍完，真的花一个月，跑了三个地点在拍完。那你最喜欢哪一套？自己最喜欢的话，我蛮喜欢潜水的，因为潜水就蛮特别。太难了。你那时候不会被太阳曝晒死？就是在曝晒啊，疯狂的曝晒。他那时候每次拍回来都很惨，很惨，真的超美，超美。对，你怎么有办法张开眼睛？在水下张开眼睛？为什么？练习啊，你也可以，就是这样。就是你会害怕，等你张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水里面。但确实在水里看是海里看是雾雾的，但是你就是要看稍微看一下摄影师，水下摄影师他的方位在哪里。那你要不要抽一个送给粉丝啊？可以啊，然后帮他署名一下。可以。你现在这个是又在刷了，对不对？有在刷，因为他出单曲之后有再刷一次，又在刷。他之前没有刷的时候就说我们要。说你有没有什么要宣传的？那些都卖完了。哇，倒了！你要不要讲一下你之后未来的计划？未来呢，就是接下来球季也要开打了嘛，然后非常期待的是，我觉得今年呢，乐天女孩会更走向国际，所以会在一些国际上的舞台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乐天女孩，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认真，非常努力。然后自己个人的话，今年应该会开始筹备第二本写真。谢谢那个壮壮今天当我的那个蛋衣来温刀的第一集。